大家好，大龙现在在陕西西安市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啊，省博物馆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。这个博物馆呢特别火，大家看的是网络预约啊，大龙也是预约的，必须要预约，而且你必须到预约那个点儿啊才能取票，如果人多的话你要提前一两天预约，那边是排队，大龙刚才排了好长时间的队啊，然后那个去那儿取票。取完票之后咱们要进去啊。我天，这博物馆太火了。哇，这个博物馆太大了啊，而且这博物馆吧有这个收费的，好像是300块钱的门票啊。大龙一会儿问问那个在哪儿，大龙你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收费的场馆是什么样。然后咱们先这个视频先给大家拍个这个免费的啊，里边都有什么。好，我们先进去啊。看他这个场馆分非常有趣，一二三展厅是国宝馆，这个唐代壁画分厅馆可能是收费的，这是出口，这是第四、第六展厅。行，我们进去。哇，这人老多了啊！咱们先去这个国宝馆。我天！一个系列的，然后那个先是从那仰韶文化呀、龙山文化、新石器时代的这些东西开始攒起啊，然后咱们往里看看，看一些青铜器啊、国宝什么的。还挺六轨，三顶二轨，那是出土的青铜器，西周时期的。我天，人太多了。我们这一门都能看到里面的十八代国宝，看不太清，大家看不好。牛尊，宝鸡市七三四。小胡啊，这是个陈九。西周。那个胡，那个装脚的，这样打。哇，那前面有嘴。西周出土，就是人们一边喝酒，算酒宴会上非常欢乐的样子。那么这个宫呢，它现在做的非常精美。战国时期出土，青铜龙。好大啊！大家好，看看这个。好大。这是皇上推透的棺椁，清景宫大墓应该是，看清宫一号大墓模型。哇，这底下这是这个，这是底下棺木。这个在宝鸡市，这个大家去看看。国宝级文物，错金杜甫符，啊，人太多了，这不好看的，这是。用那个这个铜车马是复制品啊，我给大伙看一下。